哎，阿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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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早晨，我是新嚟嘅巴士车长，我叫做蒋九索。即是遣散埋我，然之后同你翻大佬。呢个铺头露住辣椒酱，梗系唔知呢个世界做乜啦。无论你们在一起多久，有时间呢，制造一些惊喜给他。做咩自己走上嚟啊？等你听日翻嚟，可以有 surprise。你根本由第一日我哋铺头，你就唔系谂住同我哋做生意噶啦，你谂住嚟抢走诗歌啫嘛，系咪啊？死八婆！是你要用“抢”这个字，在我看来只是争取。爱情从来都是骗来骗去的，认真你就输了。你系咪真系可以放过个八婆？佢抢走晒你所有嘢啊，包括你个幸福啊！我死啊！你让我啦，如果当一个男人将女人的底线慢慢看成虚线的时候，我们做女人的要有自己的尊严。做人呢，就好像搭巴士一样，如果你搭错车了，你就快点落返车，搭返啱路，一定去到目的地的嘛。阿叔，